这一讲我们讲的是书法的结构原理。所谓书法的结构原理，就是书法的造型，怎么才能把字形安排的妥当？在古代啦，是有好像欧阳询有解体三十六法，我觉得三十六法要大家记住是非常困难。我们可以用一些原理。 我说用原理写字会显得更方便一点，所以我总结出一些原理的东西跟大家说一下。解体就是我们讲结构或者节制，它是有原理的。第一个叫不白均匀，什么叫不白均匀呢？ 我们看一下图，这是这个是赵孟夫的书法，它里面有一个“直”这个“直”字，我们写一个不白不均匀的给大家看一下，这跟他的写法是一样的啊，不白不均匀的。 明显的，这个小了，这个大了，这布白不均匀。布白均匀是什么呢？我们要看这里的空白，要看这里的空白点，要比较大小相近，这就叫布白均匀。写个给大家看。写横的时候，注意这一块的白，看。 这个空白写这一横的时候，注意这两个空白的大小，这写小了。好，这里的空白要求要比较均匀，所以这个字呢就看上去协调。这是第一个原理，叫布白均匀。第二个原则是什么呢？叫左高右低。我写两个字。 如果做一根横线的话，这个字是协调的。我们做一个字的中线的话，偏高啊。右面如果是口的话，就要低。哪怕是行书也是这样，这样是协调的。反过来可不可以呢？反过来是不可以的。我们写一下。 这字就不好看了，这字就不好看了。好，我们再看，同样是一个“和字，我们也反一下，可不可以？不可以的，这是不可以的。发现没有？这是不可以的。好，以这个原理，我们再写一个其他的字，不是口字，是不是这样子的呢？ 看一下，我们写一个部队的“部”，首先考虑布白均匀，第二个考虑的左高右低。看，这个字是协调的，反过来行不行？不行。 先注意不白，不可以，发、啊、现没有？这是不可以，所以，这是我们视觉的规律，它是一个原则。所以字形的好，写的好，好看不好看是根据视觉来的，所以这是一个原则，左高右低。 第三条，一个字，只允许有一个长的横画，叫一字一长划，笔划的划，一字一长划，这都是规则啊。我们写一个给大家看，我们写个孟子的孟，标准的写法是这样写的。 这是标准的写法，是不是？前面有一横是短的，后面有一横是长的。好，我们反过来可不可以？也可以，也可以，也好看，对吧？如果说， 我们两个都一样长，可不可以？不可以，所以这是规则，就是规则，它是原理。中国人说过要和而不同。好，我写两个，这就没有变化的美，所以上面的短可以。 上面的长也可以，两个一样长是不可以，所以一字一长划啊。我们这是原理，大家可以再看这个字。如果这个字啊，这个字下面一横长，是事情的事；下面一横长也可以，你上面必须短。我们再写看看，我反过来写，上面一横短。 下面一横长，可以，可以，两个一样长不可以，不可以，啊，这是一字一长划。第四个，第四个，注意这三字要和而不同，这也是个原理。和而不同，和而不同在几方面呢？第一个，它的长短。 第二个，它的方向看，这三三横，第一个第一横是中，微微有点向上；第二横是平是短；第三横是微微向下，是长。这三个都不一样。我们写一个给大家看一下。第一横，用笔微微朝上，中华。 啊，不是短的。第二个，向中间；第三个，微微向下。好，这个三三个方向不同，三个长短不同，看到没有？如果我们把这个纸横过来的话，它就是类似一个川字，也是这样的。这要和而不同啊，这是。 方向的不同，哎，长短的不同。第五个结体有原则，叫横细竖出，为什么要横细竖出？因为在我们的汉字里面，横画。 比竖画要多，你们去观察一下，横画比竖画要多，所以横的细，竖的粗，就容易安排妥当啊。我们可以看一个字，给大家看，这个是历史上一个书法大师、楷书、嗯、大师钟繇的楷书作品。我们可以看他的字，我们看这个“国”字、这个图字“图”字啊，我们可以看很多的字，它都是有一个什么特点呢？ 是横细竖出啊，横细竖出，我们可以看，这是一个“国”字，我们写一下看，是不是横细竖出好看？啊，我们写个“国”，这就是横细竖出的感觉。 有没有做到横粗竖细呢？有，这就是当我们字练好了，你想表达自己的情趣和格调或者趣味的时候，可以有。清朝有一个书法家金农就反着用，就产生了一种特殊的风格。这是出风格，不是我们学习时候用的。所以按照我们常规的学习，我们就要写横细竖粗。 这是一个规则，第六个原则叫“燕不双飞”，就是燕子的“燕”飞燕，燕不双飞。在有同样的钠的时候，只允许出一个一个字里只存，允许出一个钠。我们写一个“森林”的“森”给大家看一下，“森林”的“森”。 这是钠变成碘，燕不双飞这两个不能同时是钠。如果同时是钠，好不好看呢？一定是不好看的，发现没？在这里面要讲叫“燕不双飞”，就是一个原理，其实跟一个“和而不同”的原理。 也是相似的。我们讲第七个，有转勾角的，有勾角的字，意大角度意大，就勾角意大。我们写鱼啊，写个鱼看，勾角小是什么感觉？看。 这个勾角一大，这是大的啊！再写一个，可以往横里，但是这就不好看。这种给人感觉是心胸狭隘、气息憋屈的感觉，就是勾角一大。哎，我们还可以看其他的，我们写一个“客”客服的“客”。 勾脚一大，往上看到没有？啊，我们再写一个不大的感觉是什么感觉？勾脚一大，发现没有？所以字写的这个勾脚。都要往大、往上、往横，可以往下都可以。 往下都可以，但是不能撅上去，撅上去显得狭隘或者是憋屈的感觉啊！这是我们讲这个勾脚意大，这都是写行书、楷书，包括草书都可以用到的原理，都可以用到的原理。哎、呃，用原理比较学习比较方便。好，叫大小相宜。 有的字笔画非常多，有的字笔画少。这个时候你不能就以一个方块去写的一样大，写的一样大，它就会笔画少的会显得特别大。我写一个给大家看一下，“悬和“口”两个字放在一起，繁体字字的“悬和“口”。 这个字你就不能，第二个字你就不能写的跟它一样大，你要写一样大，这个字肯定就不好，就显得这个特别大，就是这个没有做到大小相宜。我们要相宜的话，就要从视觉上控制它的大小。写给大家看啊，什么叫大小相宜？再写一遍。 这时候就是大小相依。第九个原则叫有转有折，它是一种变化的美。我们同样写一个“国”给大家看，什么叫转，什么叫折？这是颜真卿的楷书里的，我们写啊。 写个国字，看，这个就是转转的意思，发现没有？这是在转这个角，绕过来的。里面呢，这个口字折过来的。 这个字就有变化。如果两个都用转呢，都用折呢，就没有这个好看。啊，这是大概写一下。如果都用折或者都用转，其实呢就没有有转有折来的好看。那么在草书里面。 有转有折更为重要，啊，我们看，呃，张之，再看林散之的字，这个叫折，这个叫折，这个叫转，这个叫折，就是有转有折。好，如果我们写一个字，草书啊，要有转折，一样的，有转有折。 我们写一个“落”，草书“落”下的“落”是这样写的。这是“折”，看到没有？这是“转”，“转”是绕，“折”那么“转”给人一种气的运动，“折”给人的什么感觉？是一种果断感。那么我都用“折”可不可以呢？就不好看。 转好不好看呢？也不好看，那就有点像蚯蚓一样，也不好看。所以要有转有折，哎，转是什么？转是一种气，越转的大就越是大气，越转的大越是大气。我们看两个字，这个字是更。 这个字是“更”，我们也写过王羲之的“更”，它就跟这个不一样。标准的写法是怎么写的呢？是这样写的，这是金草，哎，王羲之的写法是这样写的。但是张芝是刚刚我们看到这是怎么写的呢？给大家看一下啊，他是。 看到了没有？看到这里的一种气，这里的一种气度大了以后，它就有气度，看到没有？大绕以后就有气度。我们再把原图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更的一个转的大，跟王羲之转的小，它是不一样的。哎，这个是不一样的。我们再看林散之写了一个，我们为什么说林散之是得到张芝的气度呢？ 我们看这一个“更”字，发现没有？这一个“更”字给人一种什么？一种开阔感。就这一个字，给人一种开阔的感觉。它最后上去写这一点的时候，它的绕是这样绕下来的，它不是这样下来的。这样绕的时候，它的气是一个大的动物，所以我称为叫有环抱之气。啊，我们。 如果认认真真研究张芝的字，就会发现里面有很多有环抱之气。我们再看到他的作品，我们看他的很多的字里面都这种气，包括这个“希”希望的“希”，你看他的这种气的一种走运动。如果你能从这里去感受到的话，你就可以从书法里看出气，气的背后可以看出这个人的一种心胸的开阔感。 有个心胸的开阔感，所以，我们从字是什么，字是留给我们的一个痕迹，我们从里面去找到这个人的背后的精神，才叫真正能看懂书法。撇如刀，记住这一句话啊！我们再讲这个第十个问题：撇如刀。 要有直有曲，我写一个给大家看，啊，一撇，要像刀，什么意思？这里是直，这里是弧线，叫撇如刀，有直有曲，这个字就挺拔好看。 第十一个，一捺，捺怎么走？捺走横势，往横里走。捺走横势啊，我们写一个标准的给大家看。捺是往横里走的，也有直、直和曲，但是它这个势要往横里走过去。当然，它不能往上，也不。 不能往下，这个捺不能写成往上，也不能往下，这都不对。捺应该往横式里走，捺走横式，所以我们写一捺的时候，写到最后不能往上翘，不能往上翘啊，这是规则，这是原理啊。捺走横式。第十二个原则叫相让。 因为我们汉字是由很多笔画组成的，很多笔画组成的，所以有两个边旁要结合在一个字。就像一个人坐板凳的时候，两个人坐板凳啊，像我们有两个人坐板凳，你要坐在一个板凳上，你两个人要互相让一下。所以我们在写字的时候要让，中间要收，两面可以伸展一点。我们写一个“林木”的“林”给大家看。 发现没有？这边短了，哎，这边长，再写。这边短了，这边长了，哎，这个这个林子“林”字就协调。你要不让的话，那就会打架啊！这面长，这面长，这面也是那的话，这个就打架。 所以，所有的由两个边旁组成的字，都要中间要让，原理叫相让。在草书里面，还有一个原则，我们叫称为第十三个原则，叫主次分明，主笔和次笔要交代清楚。草书里面，什么是主笔？起作用的笔。 是主笔，不起作用的笔，连带的笔叫次笔，所以要交代清楚。比如说，我们还是写刚才那个“更”字，起作用的笔是这几笔，不起作用的笔是这几笔，所以这个不能分。 次序分错啊，次序分错是怎么样？不起作用的我写轻了，起作用，呃，起作用的我写轻了，不起作用我写重了。这就叫主次不分明啊！我们的书法里面一定要有主次分明，这就是我们结构的原理。这是写书法的结构的原理。 这一课我们讲了书法结构的原理，哎，它一分为十三点，然后我们把这一面一面的，我希望大家回去好好去看字帖，把字帖里面的符合我这种原则的规律给找到，以后只要记住规律，就可以把字写好。